个掌声啊！这节目真热闹。没错，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大型明星综艺访谈节目《超级访问》。今天要给大家特别的公布一下，《超级访问》换主持人了。耶！你看，一说换主持人，全场都是欢声雷动，证明一件事情，我们还是来晚了。那你确定我们这样说完之后还有下一次吗？不考虑下一次。今天我们是本着做第一期，同时也是做最后一期的心态来的。那怎么的就我们俩来了呢？其实说句真心话，在这个演艺圈当中啊，这很多的明星嘉宾啊，他们的气场太大了。如果要想真的把他们访谈好，主持人必须也够气场。是。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位这个嘉宾，他们的气场太大，他们的名气太大，所以呢，李靖、戴军呢已经拖得不住他们了，只能找我们俩了。那到底这两位是谁呢？来，你请。这个节目有史以来应该爆发最为热烈的掌声，因为应该是这一个节目十二年以来请过的最大牌的两位艺人了。说得太对。那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主持人李靖，著名主持人戴军，有请。来，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工作是我们超级访问十二周年，为了纪念我们什么叫你们？我们超级访问，为了纪念你们超级访问十二周年，我们除了说混搭，这是我们的，对，特别为你们写了这本书，对，谢谢你们两位为我们的超级访问出本书，我们全新的，谢谢。你刚刚在那边走过来，肯定跟我们十二年走的不一样，感觉有不一样。我刚才走的时候，我就感觉仿佛走入了十二年，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走来的，就是这样走来的。十二年的终点是我们俩。你这能够看出啊，他们俩之间的这种气质位置，对，怎么了？我为什么？一般情况下都是男生拉着女生的，而刚才你明显看到。这个李靖不是擒拿住，不是擒拿。我跟你说，斌哥，你搞错了。我的手是这样的，李靖是这样的。这是什么？老伯爷和小太监。那今天呢，我们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充分的展现一下老佛爷和太监的关系，好吧？哎，不，对，我们的节目呢，在山东卫视每个礼拜一晚上10点播出。如果大家有分钟的可以要。别抢牌。好。谁？这是我们主持人。对，欢迎所有在这个时段在收看山东卫视、收看我们超级访问的观众朋友。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每五分钟就会有一个拍屏送大奖的活动，只要你持续的锁定山东卫视，锁定我们的超级访问，将这个大屏幕的画面拍下来，并且艾特一下山东卫视，艾特一下超级访问，并且艾特三位你的好朋友的话，就会有乐高网送出的超大礼品。好了，那就进入我们本期的超级。那一起说，哪有一？我们俩一起说。对，好，那就进入我们本期的超级访问。
刚才看完这短片之后，我发现啊，2000年的时候的李静和现在的李静。是梳两个小辫儿，穿中分儿的。对，就那个。他穿的那个才华丽呢，红的，你是绿的。但是我老实讲，看完2000年到现在2013年，戴军越来越有那种绅士风度，这确确实实。李静呢？怎么着？越来越怎么着？越来越有味道。你年轻时候的女人啊，是傻漂亮。但是像岁数大的女生会漂亮，你现在是会漂亮。确实，超级访问创造了很多访谈节目的很多就不一样的一些手段，而且据说还可以时不时的刁难一下嘉宾。对，正是因为这一点，朱丹，很多明星啊想上超级访问，因为超级访问收视高，也怕上超级访问，因为那前边那俩主持人，有时做事做的确实挺。你们俩不是都上过前面那几天的挺狠的。我们也都是怀着那样的心情来上的。对。对，所以今天老师说你们有自己有预期吗？就会面临些什么？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哟，我们两个人就特别喜欢别人虐待我们，当别人没不是虐待。心里坦荡。当别人希望别人攻击我们，当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攻击他，我没关系。对对对，我觉得有些方法该用的时候还得用，那怎么用好呢？前提现在我们得总结呀。前任两位在过去的12年当中，到底对于明星们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在这个节目又哭又笑又疯癫的？据说有大杀周边。哇，厉害了！那咱们也学习一下。我们学习一下，好，来，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对明星的。超级访问采访嘉宾五大杀手锏。杀手锏一：神秘来信，击垮嘉宾内线，信无虚发。神秘在这儿，你知道吗？十多年，刘健老师一直留着。我的妈呀，真的假的？我喜欢不停的忙忙碌碌，因为这样让我感到充实。这么多。落款，落款，落款，念名字。过几天再见。刘总，还胖的那会儿，笑口常开，疯子，亲笔，1999年8月31号，晚。杀手锏二：好友外采，揭露嘉宾现场谎言。你在家里有现在的地位如何？一家之主啊。实际地位。还是一家之主。他特别悲催的在照顾马伊琍。就是简直第三下作你就说一下，他是能用脸色基本就把你管住了。用脸色管我，那属于我没眼见。杀手锏三：独家影像资料，嘉宾后悔当初这么傻。我交给他们吧，好不好？好，来来来。这份礼物有点没有承受力呀、啊、就我自己都没看过。这是什么？求你别看。那已经是夏天了，但是白天和晚上的温差还是相当的明显。那白天有什么？杀手锏四：美女相伴，亮瞎嘉宾双眼，让他现场红脸。老郭。我得问一下啊，你们这是谁出的这个主意？来，往跟前来，我没事。你脸红什么？杀手锏五：神秘人物到场，让嘉宾防不胜防。有请孙俪。不可能。有请孙俪。凭借着这五大杀手锏，超级访问在血雨腥风的电视江湖，至今屹立不倒，成为坊间一大传奇。人家就说呀，一招鲜。人家就说一招鲜吃遍天，你们有五招，多厉害！哎，有没有就是你们的这些手段啊，这些杀手锏给失败的时候？没有，故意啊！
对，谁都能吹，而且我也坚信你们做得很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没有失败的细节吗？你确定每一个手段用的时候都是有效的？是不是你们选择性的失忆？对，拿出证据来。哎呦呵，我的天哪，小看我们新任主持人是不是？在超级访问里面说我们俩失败，你拿出证据来。OK， 你们曾经有一个细节，给嘉宾设置的细节，做完样片之后就失败。而且不，我觉得残忍的在于说失败也就失败了，还要让嘉宾配合你们演，这就是你们不对了。所以有资料吗？从此之后，你们这个细节在超级访问12年当中都没有出现。对，那成为了永远的一个伤口。我是格式化了吗？我一点都不记得了。看吧。来，请看大屏幕。吓不到，现在都是阴盛阳衰。我的妈呀！阴盛阳衰，来看小金。哦，喂，啊！他真的是李行行吗？那个，我太傻了，吓到的。哎，你站我们旁边干嘛？你拿盒子就行了。对的。嗯。给所有的观众说一下，何静是真害怕吗？不是，你看那些螃蟹的状态就能感觉出来。我就目测了一下，就两只还在动的。那螃蟹都是半死不活的，你不动它，它不动。你明白我意思吧？你动了它一下，不见得也会动。对。但是呢，某某理性主持人跟嘉宾说：“您配合一下，装着害怕一点。”表演最出色的是那位理性主持人，还在那儿呀。贵的螃蟹是活蹦乱跳的，贵太贵了，所以嘉宾就不害怕嘛，我们就得表演出害怕来，对不对？我们必定今年是第12年，我们做一个13年做一特别节目，是。所以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把你们曾经抛弃的这个环节，现在在这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运用一下。讨厌你们！但当然我们也不是就是平白无故的哈，我们也有一份礼物在里面。什么？能告诉你平常你告诉人家吗？那很这个直接的说，我们有可能会失败，录不下去了，因为两位嘉宾可能不见得还能坐在这儿。是。但是确实，如果成功的话，就是弄死你，对，剪刀石头布呗。不用菜了，不用菜，李静去，已经上，静姐，啊，对，好，我们赢得起来。对。它叫恐怖箱。你知道他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吗？恐怖心理，记录下来你送医院之前的所有情景。对，来吧。你不带把搭档也吓进去吧？我负责控制带军。是个好演员。演技好拙劣。加油！我们一起为李静加油。李静，好样的！放手，放手，谁的手要放在那啊？我啊！好，我首先放。啊、他都往上窜呢。什么呀？他往上窜。李静，咬我！咬你！他的手咬你，关我什么事儿？在里边把这东西找出来，我找不出来，我没劲儿。没事啊，听我的口令啊，向下，再向下，哎，动物别动。哪动物？啊，哎，我说漏嘴了。好，好，哎呦，摸着了，好，给它掰了开。哎，向左，不，没错，向下，再往下，再往下，没事的，你放心好了。啊！别给他说真的蛇，蛇啊、假的蛇他都害怕。赶紧！啊啊
这是什么？我为什么说这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人生当中莫大的一个骄傲？这是一位超级访问的粉丝，嗯，他把十二年李静和戴军在主持这个节目当中的很多的优秀的点语言，他给记录下来，叫超访语录，叫超访语录，十二年。就很多话你们自己说了可能不记得了，他全部一句句会把握。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你看着你。李菁说，我认为傻是一种智慧和从容，傻是快乐之源。啊，这儿戴军。戴军说，嘴张那么大你等吸苍蝇呢。这还挺逗的。戴军说，笑就笑你还笑喘，连笑带喘。哎，戴军说，你看你一点曲线都没了，还差腰呢。我怎么说这么喜欢，我一点都不记得，我一丁点都记得。这位有心的观众给记录下来。是谁呀、哎是谁？这位观众来到现场来认识一下。来是哪一位？请观众来认识一下。哇，谢谢。来，我们一起到台上来来，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叫什么名字？Hello， 大家好，我叫做徐悦。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啊？编导。哦，在当编导。哦，也是电视行业。你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他载录的这些李菁口误，李菁说：“你看过那个电视剧吗？我的兄弟叫顺口溜。”哎，你就是看我们的节目，就会把我们写的那些包括好玩的段子、口误都记下来。你看你说的呢？我觉得静姐跟戴军哥的主持风格特别特别有意思，包括跟嘉宾聊天的方式，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看起来就是很轻松、很愉快。不过真的很感谢你，我觉得特别有心。你看李菁说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河？还有谢谢你，你真的很记得。还有什么呢？我特别好奇。特别逗，就接下一个。一句话叫做。有屁说，有话放。太给力了，都是道不清。哎呀，不要再念了。我觉得节目的女主持人太宽容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现在发现超级访问为什么十二年不倒，是就因为这些主持人说的这些话呀，太精辟了啊。这不容易，他们都这么多年没长褶了，也真挺难为的。真不错，好，谢谢我们这一位观众的关心，要送。其实特别谢谢你，谢谢十三年一直支持我们的粉丝，我们真的希望你们的鼓励，也希望你们把我们讲的这些扒了没的味儿记录下来，让我们高兴。好了，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位漂亮的女生。也要感谢一下所有一直支持的超级宝物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作为业内最早的明星娱乐访谈节目，《超级访问》自从开播以来便稳居国内访谈节目王者宝座。然而，谁又能够想到，这么一个红遍大江南北的访谈节目，最初竟然会是在一间毛坯房里诞生的？就刚才我们看那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就在一个民宅里边。对，说那个地方引发了一场娱乐节目的革命，所以我就在想，那个地方是应该很有纪念性的一个地方。叫小西天儿，那个楼的楼下是个特别巨大的垃圾堆，然后我们是在六楼，没有电梯，就是在那个地儿，我们待了，就是开始酝酿超级房子。那时候戴军也去啊，对，但是我们没有装修，我不懂房子要装修，那是毛坯房，我就是毛坯房，一直住了好几年。那里面有家具吗？就跑进去有一个床，哦，有一个床垫，他买了一个床垫，很大的一个床垫，就丢在那个房间里面。来了，房东当时都特害怕，你知道吗？就是去他们家收房租，一看只有一个大的床垫，旁边丢的衣服，然后女孩从里面走出来都漂漂亮亮，化了妆。做什么职业的？房间里就放一个床垫。反正我是很多年没有回去了，因为走过来已经我想十五年了吧？哎不，没有是哎不，超级房在十二年。12年差不多整整将近有。我挺佩服你这个算数算的。他数学特别好，他经常问嘉宾说：“你结婚几年？五年？那孩子有十岁了吗？”欺负老师小
小心把很多问题给上出来了。有七八年没有回去了，我觉得会想念那个地方吗？偶尔在现在住的好的房子，特别在真的会。你知道，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心中的一个最圣洁的地方。其实我现在我们公司有两栋楼，一共7000多平米，然后我会请妈妈爸爸来看，说这是我的公司，然后我妈我爸特别骄傲，说哎呀李晶你很不容易在北京这么多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不如那个没有装修的小西天的那个地儿让我那么温暖，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人更纯洁。所以我们不断的往前进，不断的去触摸一些成功的时候，但是经常会需要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回去。所以超级访问就厉害在这里，又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对，所以刚才你们说完这个地儿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想亲身的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好多年没有看了，所以我们的剧组啊就到实地重新拍摄一下现在的情景，看看梦开始的地方。来，请看。北京西城区积水潭北边，一个叫做小西天的地方。对，拍的肯定是。超级访问栏目最初的根据地。沿着文汇园路向前直行1000多米，就会看到一栋老式的居民楼。怎么可能拆？那楼还挺好的。那时候有这个颜色。刷大白了，刷了，刷了。李静最早的工作室就是在这里开始运转。楼里没有电梯，要辗转走过楼梯才能到达顶楼。虽然楼层重新装修过，但是依然能看出岁月冲刷的痕迹。顶楼的南侧是当年超级访问的所在地，一个门牌号为601的房间。现在房间早已经成为普通的民居。13年前，一群满怀电视梦想的年轻人就是在这里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我们俩在说，我们是羡慕你们这样的一份持久，而且能够开始一起创梦，到现在12年之后，能够一起来享受这个。就看到那个，就是那种感觉，就大家可能就在看一个，李晶原来的工作室什么样。但对于我来讲，其实我才发现我的楼道是那样的。我当时没有觉得，我当时觉得特别棒，我当时觉得特高级。12年之后看到这种变化，我真的是觉得特别震撼。然后忽然觉得我挺棒的，就那时候就刚才那一瞬间我还觉得我挺，你快夸夸我。我们掌声，我们的掌声。哎，其实啊，我们在把掌声送给李静的时候，我也由衷的说，我觉得要把掌声要送给戴军。其实戴军从超级访问的第一天一直就跟超级访问在一起奋斗，但是你知道戴军在别的电视台做一期节目，有一回我看到，我当然知道，哎，我看到他说有一回看到咱俩主持节目的时候，戴军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他跟朱丹主持节目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有点不舒服。我刚才在后台，然后我就说戴军，我说你现在挺喜欢朱丹的啊？他说的，我一直就挺喜欢朱丹的。我说那我跟朱丹比呢？你当时怎么说的？又还问这样的问题呢？我说你是原配。你没有。好吧。你说，那就没办法相提并论。
继超级访问后，李静创办中国第一代民营电视公司东方风行传媒，成为中国电视传媒业最耀眼最活跃的制作机构。2008年，李静跨界美容电商行业，一手创办国内最大的正品化妆品网站乐风网，并且创建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静家。而时下网络热传的4D面膜舞，也正是出于李静的创意。什么叫4D面膜？它是这样的，舞蹈。我做面膜，在家里敷到10分钟，我就想做起来。后来我就再跟他们讨论，我说为什么不能有一个面膜是挂在耳朵上？挂着的，然后我可以蹲地，可以打电脑。当我跟这个研发中心，就是国外的，说完以后，他们就把这块面膜给我了。后来我在想，当年有一个 Nobody， 你知道吗？嚓嚓，我就在想，哎，我应该根据这个编出一个舞蹈，然后有人在宿舍里跳，有人在广场上跳，有人在商场里跳，让所有人都跳的时候，大家就说，哎，他们戴的是什么呢？说哦，最后是李静的那个静家4D面膜，我就是把这个创意给了他们了。这个舞蹈好学吗？特别简单，真的。面膜4D 跳一跳。别，原地踏步啊！别站。会觉得心里边很舒服，好不好玩啊？哎，哪怕你刚才觉得很沉闷，跳一会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高兴。关键我喜欢这动作，一、这个一二三四，是这样的。我喜欢他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真的要跟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啊，我们这叫刺激面膜的、这个。别搞得跟广告似的。啊不，有助于美丽，也有助于健身。我这样的，对对，今天送给全场的观众每人一片我们的刺激面膜。哇！来，谢谢。哇！特别像大红包的那个。这个。谢谢。哎，等一下，停下。发面膜之前，李静说了一句话，也是挺重要的一句话，叫什么？化妆品，李静会送你的。对，这句话好像。谁想这句话，谁得恨，就李静得恨他。就是他说的，所以现在搞得我老得送。谁说的？我。他说的。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巨人，他想干这个乐风网的时候。戴军，你在你什么反应、啊？对，你在他旁边。我永远是全力支持。他说什么，我就好、太好了。这也太没原则了吧！我那个做自己的护肤品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开始特别难。我就是在想，哎，这个东西做出来好不好？我就是会给周围的朋友嘛。然后戴军，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对我不信任，就先让他妈用。你知道我妈用的上瘾了。对。然后他就到处帮我做宣传，在微博里也说化妆品李静会送你的，李静他们家面膜什么特别好。然后有人就在下面骂他，就说嗨，你拿微博什么做广告？对。啊，我说李静那么不容易，就我怎么了？但其实我知道戴军是一个挺在意他的微博里面的一些网友的反应的。就是有时候写段子啊什么的，如果他还在意，他还是我的天哪，他那段子逮谁说谁。但关键没人生气，那些明。已经转得特高兴，他说那个李艾是人妖，你知道吗？因为泰国的，然后李艾特高兴还转发。我听说这回在有台有一个节目，本来是想让你做这个段王爷的电视秀啊，对，而且他还提前了3天去，对，后来节目录播的前一天
没有，录播前一天就整个走台都是通过的，到了半夜两点半打电话说，第一节目时长超了，没那么多节目可以放。第二呢，就是说，那是个合家欢聚的一个节目，你的话太狠了。嗯。那出现这种情况，你正能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怎么思考？我第一，我说那还能结账吗？他说能结账，我说那好，没问题。一分钱都没少。既然那天没有表演，对，那今天能不能在我们的超级访问的现场啊，给我们来一段？来一段。光一系列大家很喜欢看的，很受欢迎的，就是关于我老妈的那个段子。对，说到我老妈呢，大家都知道她所。到现在快70岁了，非常的漂亮。为什么那么漂亮呢？因为护肤品都是李菁送的。关于我老妈呢，非常有趣。她中年丧偶，我爸去世了以后呢，我去到了广州，去深圳去打拼。我去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就接到我妈一个电话。我妈说：“君君啊，你走了以后，妈妈觉得很寂寞。”哟，妈你很寂寞，你的意思是？因为我也懂了。我妈说她很寂寞。肯定是想要老伴儿，对不对？我说妈，如果有合适的，你不妨再找一个。第二个礼拜，我收到了这个信，非常的厚，打开一看，哇，好几十张照片，都是男的。然后我说，妈，这是什么情况？妈说，哦，这么多人追我，所以你帮我挑一下哪个合适。我数了一下，54张，正好是一副扑克牌。对于我妈来说呢？说这样的话，现在很多女孩都会很生气，比如像朱丹，她就说要找一个男人多难啊！你开什么玩笑？你一个中年丧偶的女子，啊，有54个男的追你，怎么可能？你看像电视节目对吧？每个礼拜六大家都会去看那个节目，20个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往那一站，对不对？对。5个男的过来挑选，这像什么？就像卖水果的，放在架子上。20个水果擦得很干净，包得很漂亮，放在那里。那个男的走过来看看，这个不喜欢，嗯，这个还蛮漂亮的，拿起来还摸一摸。有的臭不要脸的，他还捏一捏，捏起来还嘴巴咬一口。哦，不新鲜，放回去，因为有一个试交往的阶段，不新鲜，放回去。因为你是谁啊？啊，乔布斯啊，还给他咬一口。然后过了几年呢，我妈要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我妈也给我打一电话说。俊俊啊，我要离婚了。我说，哎，爸，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嗯，我觉得这个男的跟我不合适，你会反对吗？当然不会反对。我说，妈，我跟你讲一件事儿。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他每个礼拜呢都会请一对明星夫妻去上节目，然后呢，哎呀，这个节目收视率很高，做了好几年。他说，啊，那我们就做一个100对明星夫妻的这个 party 吧。一通电话打过去，啪啪啪啪啪，你知道结果是什么？60%都离了。我的妈，你看这个离婚很正常，你如果觉得愿意，不要委屈自己，对不对？就随便可以离，但是离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不要委屈自己。但是明星的下一代找对象要很重要，因为离婚率那么高，你搞不好找的那个人就是。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认为你们应该是两口。对，接着你看，对，因为我们也看了超级。你俩要是两口子，绝对般配。你看了吧？这上面写了吧？你俩这辈子没做两口子，比任何电视剧的结局都让人遗憾。你看那个，节目看完了，《超级访问》真的很好看。原来李静、戴军不是两口子，以后不看了。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你出去就问戴军。我的事。我觉得这一点我老公真的特别好。嗯。因为其实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我老公也跟我婆婆解释过。因为邻居会跟我婆婆说你看那个李静跟戴军搂在一起，在节目里跳舞呀、啊、什么的。然后小猫就会跟他妈妈说妈，他们是做节目的，他们是好朋友。是工作需要。听了这么多，而且戴军是融入我们家庭的，这话题更可以。我们经常就是在一起吃饭，很多重要的日子在一起过。上海有个节目叫《家庭演播室》，我妈他们全家去了，然后还有戴军在现场，带我去。黄小猫从头到尾没到这说话，戴军一直在说，最后我老公。
吹了头发，换了西装，白做的已经在那儿。那期节目做完像什么，你知道吗？我和他们家的钟点工，他们干嘛我都知道。就毕竟你聊天啊，工作，我觉得从黄小茂那角度来说，他可以理解。那假如你们真拍那些特别亲密的照片，他看完之后心里边就没有过？哎呀，戴军，你给我解释一下。就这种照片，黄小茂就没有心里边酸溜溜过？我觉得你婆婆就没啥意见。这种照片为什么要让他看到呢？傻呀！我们就让而且戴军亲的是自己的大拇指，好不好？对，可能对捧在脸是这样的。是怎么说？再试一试。不，这样，不好意思了，您为什么听我就，你就把我拍出来？戴军，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亲的。啊，你要说你教一教，你教一教，对，你教一教，朱丹出来没事。主持人这时候就得做牺牲了。不是，我难得看到戴军在我跟你那么娇羞的样子，我也看出你对戴军不错来。那个怎么个意思？你啊，正好你也教我一下、啊。是这样啊。等会儿没看清楚，再来一下，我看。可以了，没看清楚，没看清。哎。怎么就捧着脸的时候，就是、啊、捧着脸的时候，然后呢？大拇指。啊、因为这是拍电视剧的时候导演教的。我跟你讲，李斌刚才让戴军示范是亲大拇指朱丹，他其实不是为了现场的效果，他是为了他自己说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也试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也喝斌哥回去之后的命运就还挺难说的。哦，对，我前段时间刚访他，听说嫂子特别家庭暴力，特别对啊，不家教好。我太太说了，这个出门啊爱怎么着怎么着，回家必须正人君子。哎呀，真闹腾！哎，闹腾！真闹腾！你们够闹腾的。黄小茂的亲生可能就说了，你们也太闹腾了吧？啊？他看完这张相片，你知道他会怎么说吗？他没看过吧？你们给他看了，你太缺德了！破坏我们家庭！我们怎么能干这么缺德的事呢？真干了！哎，这样好不好？还真采访，哎，还真得看看这个、小茂老师怎么说。对，小茂老师看完这张相片之后，他的态度是什么？哎呦我的妈呀！啊，来，有请。作为老婆，她在很努力的去完成她这个角色，她有的时候也会很累、很辛苦，啊，甚至有的时候累到想哭，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她在。对这个家庭做了最大的努力了、啊、经常有的时候会很忙的时候还要经常要陪着女儿去玩啊，也要跟我一起啊去看爷爷奶奶啊，他是挺称职的。哎，没有照片。不，我们拿着照片让他看完之后呢，采访他的时候他避而不谈这张相片，给他带来的心情创造。但是我很努力的在完成妻子的角色。哎，对，你看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最后那一笑，我老实讲，他这句话证明了一件事，其实你可能对于这个黄小茂，对于这个家庭啊，李静，你可能其实了解的不够透。你真正了解黄小茂？我觉得每一个女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男人。那你觉得黄小茂了解你吗？我觉得他挺懂我的，其实懂你。你在回答前一个问题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在回答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思考了五秒钟。我觉得他非常懂我。昨天我特别高兴，我不跟你说吗？回来，我说你能让我喝点酒吗？他说我不会喝酒。我说你开一瓶红酒陪我庆贺庆贺这个，因为公司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然后拿着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准备对我说点什么吗？然后他就跟我说。祝贺你，小能人儿！哎，祝贺我娶了这么棒一个老婆！哎呦呵，我觉得特高兴。昨天，那黄小猫会对你说一些很浪漫的，我们称之为情话的话吗？他从不说，他那个性格那么内向，他根本不可能说这种。你说他要说情话，会什么样的表情说呀？我们也是带着这个心情，所以拍摄了一段他对你说的情话。别放了、哎，不行，我要看。OK， 来，请看。他自己可能有些挣扎，
比如说不光要做节目，做很多很多的事，还要照顾这个家庭。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呢，也在很努力的去跟这个减肥这件事情斗争哈，他就一直不停的在要很努力的要去做到这一点，因为他要出镜啊，他要怎么样？其实这件事对他来说也是压力蛮大的。嗯，我也想跟他讲呢，就是说，没有那么重要。虽然出镜美丽漂亮，对一个女人来说很重要，但我觉得她现在就是我们现在都已经是这个年龄了，没有必要要求自己这么苛刻。然后我觉得她的魅力也不只是在她的外表上，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她做的那些事，然后她对，就是她带给别人的那种感染力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尽量放轻松一点。特别想说一点什么，但是又克制住了自己了。没错，就是那甜言蜜语啊，已经到了嘴边。对，但是他能够生生的咽。他在家说过，他说，那个，他说其实你要是不出镜，我有一个胖媳妇儿，我无所谓。对，因为我跟他说，我说告诉你黄小猫，我现在从嫁给你的时候到现在多了15斤，你陪我。他说你不嫁我，你也会多那15斤的呀。对，因为我这两天是的确每天在家里说减肥减肥减肥，因为最近我们在推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叫不美不活。如果我们自己有心愿去追求，又有能力去追求，我希望能够把这种状态，信心去传递给更多的女性。让他们跟我一样，在将来40岁、50岁、60岁的时候，还可以拥有一种自信跟美丽。我觉得我自己要做这个榜样，应该是。李静，你是一特善于表达的女生，我相信你会经常跟黄小猫甜言蜜语。但是话要说回来了，一天跟一天的感觉不一样。如果今天让你跟黄小猫甜言蜜语一下，你会跟黄小猫说什么？不可能。他告诉你了，其实没必要减肥。对，你就跟他说一句啥的。你不用说太多。你看戴军干嘛呀？我说甜言蜜语，他不能在旁边。你怕他吃醋吗？我不是。随便随便。其实今天的主角不是他，但是真的小猫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主角。我觉得我很庆幸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老公，他特别的理解我，而且可以让他的女人每天在外面那么长的时间，然后把很少的时间留给他。我觉得只有非常非常懂我要追求的是什么，一个曾经追求过理想的男人，才可以让他的女人去追求他的理想。但是你知道，他要承受很多的东西，我不在家，然后所有的时间都没有给他，所以我特别的，我真的谢谢你，小猫，我不会说那么肉麻的话，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会永远一辈子跟你在一起的。黄小猫肯定特别高兴，来跟戴军说一句话。哎，你跟戴军12年了，这都第13年了，对不对？我就希望戴军今后就是幸福，真的。而且我真的很感谢你，你尽量用很麻木的状态来跟我相处，然后把快乐给我，我都能感觉到。然后什么暗中帮我呀，我很幸运啊，有你和小猫两个男人，一个是好朋友，一个是好老公。对，我也希望你找到你爱的另一半，因为你每一次失恋，其实我也都在见证。所以你每次恋爱的时候，你让我看照片，然后失恋的时候跟我唠叨，我就在想，其实我希望你有一个人陪你到老，然后我就放心了。真的，这是我的深深的祝福。戴军，哎，听完这一段话，你想？我跟你说的呀，我。你想怎么表现一下？我请你做 SPA。来，抱，来。戴军和李静都不容易，那作为女性来说，这个
李静不仅要支撑这么多的节目，还要支撑一个庞大的乐亨网。他的很多的这个员工对于自己的这个 CEO， 对于自己的老板也是充满着敬佩之心。今天他们准备了鲜花送给李静，来有请。和老罗上了超级访问，非常开心跟李静和戴军一起聊天，现场的气氛很好，家老大很小声，我俩正亲热呢，老大突然醒了说，妈妈我可以看吗？龚琳娜的二胎是在自己家里生的，当那个小孩的头吧快要出来的时候，然后突然那个助产师就问我们家老大说，你想摸一摸吗？老大说，妈妈拉粑粑了。每周一晚10点关注超级访问。就是我们每一个员工在工作的每一天，在这个就是公司的氛围里都特别的开心，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爱我们的静总。谢谢谢谢。来抱一下。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真的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李静和戴军的这本书《混搭》，希望大家在这个本书当中读懂我们两位主持人，其实也读懂他们的生活，读懂我们的人生。所以现在全国签售也正在进行当中，下一站会在哪里？我们会在3月17号去山东签售，希望山东当地的朋友，在济南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签售会，我们会在超级访问的微博去登出这个消息的。真的谢谢朱丹，谢谢李斌啊，谢谢，我也特别感动，能够今天来做代班主持，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超级访问。本期的超级访问成功，我们传到。